你相信天命吗？带着天命的人会有以下特质：被告知与某位神佛有缘，或者长相相似，喜欢烧香拜佛，或在困难时去庙里求解，常梦见神佛或在天庭游玩，自发性的想要修行、打坐或念经，常有直觉，能洞悉人性或知对方在想什么，对灵修和灵性的事物持开放态度，不排斥相关的观念。你是一个非常善良之人，你有吗？其实你只是等着一个机会，预约天命检测，拿回你的天道任务。